目前呢，我们已经全面复工，生产能力也达到了坐在前的一个状态。西南物流中心目前我们70家客户已经全部复产复工。另一方面，西南物流中心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将更有信心，我们相信涿州文化产业发展会越来越好。